装给他选起来。偶像，给他拿三井。偶像欠斗内，是我还是他？他会榨取狗肉三小，他会如果勾引，可怕！看好逊，这什么打字？他会榨取狗肉了，打字就是逊，没办法啊！敢全服三井啊，到底能不能守啦？你在对面看我们打。老师噩梦就卢巴打三分，陈浩集训阿木，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好玩哦、啊，好玩，怎么会是噩梦？好玩，他们盖不到我的啦，我也觉得他们盖不到你。刚为什么我们已经好几球都没有那个嘞？上去了，哇天哪，防守，注意哦，跟他讲我盖一腿，咚，哎，扑。可以，哎、欸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！我懂一颗，呜，然后没进，哦，居然进了！嘉明出现了吗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嘉明是流川哎、欸，嘉明是谁？嘉明是我观众啊！嘉明，帮我做一点效果啊！完了，勾、欸、手，去你的！嘉明，帮我做一点效果、嗯、啊！效果，我要的是效果啊！嘉明他很狠的、欸，看，哇，盖了，嘉明直接盖，干他没扑到啊，他开光了，好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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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到地球，哇，一段，哇，刚好被卡住啦，我该直接插一段了，不血啊，能不能大去勾右一球，咻。还、欸、没有啊，有帝王传球了，哎、欸，被骗，水哦，咚咚，大球又咚，帝王传球来了，他要天宫了，跟到，板到一幕，水啦，我就知道他要天宫了，那个动向很明显，水啦，哦。水呀、哦！哦，开始有在术语的哟。看跟到了，差一点。哎、欸，板哦一梦，哇，吐血！哟、哦，哎呦，改到了，来，哦，还能吗？哦，巨、哦！会传球、欸，哦，打出来，打出来啦！我终于会传球了。哦，靠边嘞，哇，直接拔起来。喂、欸，水有板哦一梦。闪啦！哦，哦，哦呦，哦呦，有没有进 ？bug 哎，我怎么消失了？你刚看我消失吗？你可能真的是 Mizu no Koku， 一进 no kata， 哎，哇，那个没，这个不小心的，哇，啊，你什么都没看到，你什么都没看到了，来，我出，我出，你们二段传球，哦，进、哦，还一样到了空档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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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密珠的 Q， 靠，没盖到，看我是不是前人带错、啊，怎么没盖到、啊？哦，哟吼，不知道怎么守吧？哦、哎呀，来了来了，他们来了。我要干死他们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完了！哇，干你这个仙道一直漏防哎、欸！干我他妈来出个守三井的吼！不需要啊！哦哦哦哦！干、哦、这阿木不给我球了，很凶哦，很凶哦！哦，不是，他们现在知道要守你了。那个帝王传球很多颗哦。哎、欸，看我怎么跌倒！大去够用哦，他选你靠边。完了！哎、欸，我打一个灌篮传球给你啦。一个贯穿，一个贯穿，贯穿，贯穿，哥哥，好、哦，来贯穿哦，贯穿，二段贯穿，哦、有没有？哎、欸，那个球很畸形呢、欸。哦，哎、欸，那个球很畸形、欸，它是一个弹跳的感觉。两个贯贯哦，
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盖不到啊？到底需不需要我来帮忙协防啦？哦，是啊，我觉得我前程带错了。哎、欸，在，到底会不会？哎、欸，靠，北一木不要乱丢大啦！啊，完了！哎、欸，再给我这个。哼、哦，乱传了，乱传，一个乱传，真的是一个乱传。我帝王防守，不要怕啊！是不是要补防？哎、欸，他要开光啦！靠边嘞、哦，人怎么在那边？他学我的啊！不要怕，不要怕啊！干，为什么我的冲刺现在不见了？在！哎、欸、哎，乱传呢，乱传！这个人在乱传呢！哎、欸，这个人不传了，这个人不传了、啊，说他乱传，奇怪嘞！为什么我冲刺现在直接不见了？有了！靠边，跟到！啊！也没得。啊，没得那个也没得了吗？哦哟、啊！他不传了，三个人手还硬要干呢、欸。会啊，会传啊！帝王防守开起来！我靠，好彪嘞，人呢、欸？你盖一，我盖二啊！对啊，我要盖一啊！我帝王防守开啦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好，这球真的会给你，哎、欸，各位观众来骗你。没有，下一球真的在你手上啊！素油，自信三，哎、欸，篮板，帝王防守，靠背，素油，哎、欸，这种我怎么看不到啊？不然怎么上到球？快！ What are you doing？ 不要怕，配合，奇怪，他是在骗人啊！配合，哎、欸，搓脚，啊，耍帅啊！好险有进。帝王防守亏了耶，干捞赛啊！不容侵犯。哇，干，跟到，板哦一木，赞啊一木，一木帅哦，一木这就是赞的啦。还能再传一颗吗？这就是赞的啦。各位观众都在骗人的。没有啦，等一下就给你，不要怕。干他以为他是以前到哎，他在骗人。帝王折服，帝王折服，快给我球嘞，快给我传一球帅的，三小，怎么变这样了？干你他妈按帝王进攻，跟我说传一个帅的，骗人的！看这一球怎么这么帅？这一球怎么那么帅？啊，被骗！靠边嘞！这球怎么那么帅？快给我这传球，然后一个帝王进攻手，被骗了呢！看这一球怎么帅啊！他到底什么时候才学会传球？而且我那个是无意间按出来的。我根本没有，我根本忘记有那一招，你知道吗？看人家跟你讲偶像，果然打出偶像的风采啊！就是他看一下陈浩平常怎么打球的，完全可怕，不受控。这一球怎么骗？